鱼池乡公所于日前在鱼池乡十三村轮流发放春联给乡亲，鱼池乡体育会理事长也借此为民众准备红包，一次满足民众需求。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鱼池乡公所陈景伦乡长这个德政，在我们这个星期呢，在鱼池乡的每一个角落，我们的民众呢都能够拿春联过好年，这样的一个春联大放送的活动。那在现场呢，鱼乡体育会启凡这边也帮大家准备了一个过年的贺喜红包，在这边大家祝福大家过好年。春联大放送活动轮流到鱼池乡十三村，并邀请书法老师每天两场两村当众挥毫。县议员谢明谋邀请民众，当公所到居住村落时，抓紧时机索取春联。是伫咱公所最近伫每一村拢有伫发放这个春联，和咱这增长来索取哈，免费来索取。也请到真侪大师级的这个书法家啊，当众挥毫啊。我们一天就是排两个村，啊，希望讲各村的村民啊，会当拢有表，拢每一户拢有行程表送到咱的砖头，啊，希望讲大家看到来到咱本村的时，会当来遐提免费的，啊，来大家好好过一个新年。家家户户过年期间贴春联是传统民族文化之一，县议员们感谢乡公所发放春联，让乡亲不必来回奔波，且能过好年。记者陈家豪，鱼池采访报道。